第九百三十七集，出了帅帐，霍雨浩立刻召集了伙伴们，将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众人对他的行动并没有太大的担忧，以霍雨浩的能力，只要不是去探查主峰，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毕竟他的迷惑能力太强了。半个时辰后，星罗帝国西北集团军大营已经一片漆黑，除了侦察的塔楼有灯光洒落之外，将士们都已经休息了。 军队就是这样，绝对的早睡早起，一个是避免夜半三更敌人的偷袭，同时也能让军队保持在最佳的战斗状态中。就在这漆黑的夜晚中，一道黑色身影悄无声息的升空而起，直入高空。所有西北集团军的对空探测混导器在这一刻都已经完全关闭。这道身影的升空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紧接着，一道又一道身影升空而起，跟随着先前那道身影的方向而去。霍玉浩飞行在千米左右的空中，背后飞行魂导器张开，模拟魂技开启。在这个高度上，他控制自己的飞行最是容易，速度奇快无比。一般的空中探测魂导器根本无法发现它的存在。从西北集团军驻扎的地方到明斗山脉，不过几十里而已。 对于一名魂圣级别的强者来说，飞过这个距离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很快，黑漆漆的大山就已经在霍雨浩的视线之中，而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日月帝国的高空探测魂导器的覆盖范围内。在空中稳定住自己的身体，停下来，霍雨浩抬头向空中看去，再继续向前，就有被发现的危险了。 对他来说，最麻烦的是波动探测混导器，那种混导器探测释放出的是无数声波，模拟蝙蝠进行探测，是任何隐藏性魂技都没办法避免的。而波动探测混导器无疑也是未来探测混导器发展的主流。目前探测距离还比较短，就是了。精神力释放开来，朝着远方覆盖过去。 很快，霍宇浩眼底就流露出了一片惊讶。好家伙，这是多少探测魂导器啊！不远处的天空之中，密密麻麻的各种探测魂导器至少有上千个，几乎什么种类的都有，均匀的布置在空中，并且向山脉两侧延伸开来，一眼望不到边际。正面这上千个是最直观的感受，更远处还很难说有多少。很好，日月帝国真有钱。 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霍宇浩背后飞行混导器缓缓竖起，喷射口向下，同时自身魂力输出。下一刻，他整个人已经拔空而起，朝着更高的天空飞去。对面这上空中探测混导器还不是他的目标，这些混导器的后面都搭配着大量的地对空、地对地攻击型混导器，那可是一个个混导器阵地。 单独的攻击力都远远不能和死神相比，但要说整体攻击爆发开来，能够覆盖的范围巨大，那可不是轻易能够逃脱的了。否则的话，凭什么来阻挡星罗帝国大军？天空越来越冷，地面上的一切也逐渐变得渺小。大约用了一刻钟的时间，霍宇浩从一千米一直飞到了三千米左右的高空。 到了这个高度，他自身的魂力已经开始迅速消耗着。不远处，一个目标已经进入到霍雨浩的精神探测范围中。模拟魂技瞬间开启到极致，霍雨浩催动魂力，骤然提速，朝着那直径超过两米的大家伙飞了过去。超高空探测魂导器，三千米空中能够始终悬浮着的，就只有这种了。 千米空中那些高空探测混导器本身的驱动力更多来自于奶瓶，再加上一些特殊装置，飞起来的时候速度会很快。但是超高空探测混导器因为要抵抗严寒，再加上本身超高空探测的种种要求，就显得笨重的多。霍宇浩曾经捕捉过一个，因此对它的结构了解的十分清楚。超高空探测混导器更多的。 都是凭借视觉探测，波动探测还没有发展起来，热能探测的作用太小，不会安装。因此，霍雨浩凭借模拟魂技，再加上自身极致之冰气息的掩盖，在接近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被发现的可能。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个超高空探测魂导器的上空，没有急着下手，精神探测全面展开，朝着周围扫去。同样的型号。 飞行在空中的高度也不会相差太多，在这个高度进行寻找超高空探测混导器，自然也是最为容易的。大约三分钟后，霍宇浩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悄然落下几分，将一个只有巴掌大小的金属块轻巧地贴在了那超高空探测混导器的顶端。这个金属块体积不大，而且又贴合在了盲区位置，根本不怕被发现。 然后他就再次飞起，朝着下一个目标而去。背后的飞行魂导器中装备了六个奶瓶，这六个奶瓶可以让霍宇浩在三千米高空持续的时间提升一倍。但就算是这样，因为要始终维持自身魂力消耗，以及对抗稀薄空气和严寒，他自身魂力和体力依旧会不断的消耗。大约半个时辰之后，霍宇浩终于有些力竭了。 调转身形，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去，一直飞出日月帝国探测魂导器覆盖的范围，这才落在地面上。咋样了？霍雨浩按照霍雨浩精神探测的安排，早就已经等在这里了。霍雨浩的情绪明显有些亢奋，嘿嘿一笑：“嘿，搞定了，三师兄，你就瞧好吧，这次定有让日月帝国心疼的干颤。”哈哈，我喜欢，你放心。 大家都已经到位了，你赶快休息一下。嗯，霍宇浩取了两个奶瓶，盘膝坐好，一边吸收着奶瓶中的魂力，一边调动起自己的玄天功，恢复着先前的消耗。这一瞬，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王冬儿的身影。如果冬儿在这里该多好啊！有冬儿在，我们一起运转浩东之力，要比使用这奶瓶恢复起来的快多了。一想到王冬儿， 他的心就不禁传来阵阵刺痛，先前的亢奋也降低了几分。不过，身为高阶魂师，霍雨浩很清楚心魔对于修炼的影响，很快就散去思念，抱元归一。他的恢复能力确实强悍，凭借着自身庞大的生命力，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体力和精神力就恢复了七七八八。睁开双眸，夜晚中仿佛有两道冷电闪过。 霍雨浩向身边守护着的徐三石点了下头。可以了，三师兄，我去了。好，我接应你，走起。徐三石嘿嘿一笑，和霍雨浩同时腾空而起。只不过霍雨浩是朝着日月帝国的方向飞去，而他则是笔直的升空。再次升空，霍雨浩一直飞到千米左右，又回到了日月帝国空中探测魂导器边缘的位置后，这才停了下来。 从怀中摸出一个样子怪异的魂导器，这个魂导器看上去像是一个铁盒子，个头不小，长半米，宽度也有三十厘米，厚二十厘米左右。整个铁盒子制作显得有点粗糙，但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那粗糙感实际上是许多细密纹路汇聚所造成的，上面的魔纹附着极多。 霍雨浩在上面快速按动了几下，盒子上散发出淡淡的魂力波动，紧接着一根金属线就从前端钻了出来，很快延伸到接近两米长，最前端骤然张开，化为一圈圈的金属丝，看上去十分怪异。霍雨浩魂力注入，又快速按动了几下，顿时那探出的长长金属丝上。 亮起一圈圈银色流光，无形的波动悄然向外散去。薛 <laughs> 老师，您这玩意儿可别失灵啊！霍宇浩笑吟吟的自言自语道。远处高空，一个张开着众多浮空辅助器的超高空探测混导器顶端，一块额外的巴掌大金属块突然亮了起来，金属块上出现了一圈圈如同漩涡般的光晕，光晕十分奇异。 上面散发着柔和的波动，突然，光晕骤然变得强烈起来，将整个超高空探测混导器上方都照亮了。啪一声脆响声中，一圈圈电流从那金属块上释放出来，迅速钻入到了超高空探测混导器内部。那原本平稳运行着的超高空探测混导器顿时剧烈的震颤起来，上面的光晕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同样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有附近百里内所有超高空探测混导器，似乎他们全都出故障了。什么？超高空探测混导器出故障了，失去联系？明斗山脉日月帝国驻地，这是一处山坳里，为了安全，还是在山坳内开凿出的山洞之中。就在明斗山脉最高峰后面不远，专门负责控制所有探测混导器。 可以说是明岛山脉日月帝国的情报总部，由一位九级魂导师亲自负责。这位九级魂导师正是狂牛斗罗王一恒，那位邪军魂导师团团长。他是被临时抽调过来了的。邪魂魂导师团与原本驻扎在这边的另一支魂导师团进行了换防。原因很简单，邪军魂导师团的魂导师速度最快。 用来应对各种情况，自然最是得心应手。王一恒听着魂导师的汇报，脸色一片铁青。就在几分钟前，明斗山脉主峰正面，差不多连绵百里的空中，二十余个超高空探测魂导器竟然全部失去了联络。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只是一个超高空探测魂导师失去联络， 还能说是因为自身故障原因，但同时有这么多个失去联络，那说明什么？说明被人动了手脚啊！三千米高空，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施展起来也很困难，弄坏一个不被发现还有情可原。同时几十个超高空探测魂导器被弄坏，难道说是几十位擅长于隐形的封号斗罗一起出手吗？那怎么可能？ 全大陆都没有那么多擅长隐形的封号斗罗呀！巡逻团出动了没有？大人已经出动了，人手恐怕还不够。传我命令，协军混导师团金刀营出动。遇到对手，给我全力把人留下来。发现咱们的超高空探测混导器，一定要抢回来。如果实在抢不回来，就算是破坏了，也不能落在星落人手中。是。 一道道命令飞快的从情报总部这边发出。王一恒站在山洞中来回踱步，脸色异常难看。来回走了几圈之后，他背后已经被冷汗浸透了。别看超高空探测魂导器现在还不够成熟，但它同样代表着日月帝国最高级别的探测魂导器啊！这玩意儿要是被星落人得到并且破解的话，那自己的罪可就大了。不行！ 我亲自去。王一恒思前想后之后，还是不放心，立刻冲出了山洞，开启自己的九级飞行魂导器，宛如一道强光般瞬间升空，同时开启联络魂导器，从情报处获取最新探测信息。也难怪王一恒想不通，日帝国这段时间来对星罗帝国的侦查封锁，可以说做的是得心应手，星罗帝国被压制的根本没有半分反抗之力。 超高空探测混导器在三千米以上的高空，看上去这玩意儿直径有两米左右，似乎不小。可是，在无垠天际，那是根本微不足道的。距离远了，看上去还不如一颗尘埃大。想要找到一个都很难，更别说是上百里的空中找到这二十多个了。更可怕的是，对手竟然还能同时发动，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情况。 日月帝国这种超高空探测混导器，一共也只是制作出百余个而已，是最新成果，后续还要不断经过改良才行。但改良也要在原本的基础上，丢一个都是极大的损失。不说别的，能够让混导器持续在超高空运转，这所用的材料就是制作混导器最顶级的了，一下丢二十几个。 日月帝国皇帝陛下徐天然，那还不疯了？霍雨浩悬浮在半空之中，脸上笑容变得越来越浓郁了。在他那金属盒子上出现了一个小屏幕，上面分别显示着二十多个绿色光点，正朝着他这边飞过来，而且还依旧保持在三千米左右的空中。很好，就算是日月帝国方面，也不可能发现这些东西被我偷走了吧？嘿嘿，我上去收了他们。